小宝宝，想我了吗？喜欢我今天的装扮吗？我是一个漂亮的小护士。现在，闭上你的眼睛，跟着我对你说的，陪我慢慢的带入到故事里。我是护士，你是那个坏坏的小病患。好啦，开始喽。好，你先走吧，小丽。我今天在值班呢，路上注意安全啊。一整天都没有空吃东西啊，真是忙坏了。腿也走疼了。要是有个男朋友就好了。可以帮我送好多好多好多好吃的。现在赶紧休息我吧。好累呀。赵医生，你叫我啊？今天你值班啊？好巧啊。你不用管我，你忙你的，有什么叫我？身材好啊，可是那有什么用啊？没有男朋友，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呀。一个赵医生，两个赵医生，三个赵医生，四个赵医生，五个赵医生，六个赵医生，七个赵医生。你好，口水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刚才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吗？不太舒服啊，那请跟我来。这边，这边请。好的，赵医生，交给我吧。先生，请您跟我到这边病房过来吧。好清晰的脉络啊，针马上就要进来了，不要这么紧张啊，第一次吗？不要紧张，小姐姐有办法。这样，还紧张吗？进来了，你看，很简单的，成功了吧？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了，对吧？对啦，能跟我讲讲你刚才为什么脸红了呢？原来是我的领口开了。真是不好意思，可能是天太热了，他们也想出来透透气吧。哇，你的脸好像更红了呢，难道姐姐说的不对吗？其实
你不用这么害羞啦，这没有什么的。还是说，你从来都没有见过像姐姐这样丰满的？然后，小心脏就有点受不了了。开玩笑的，等你再长大点，就什么都见过了。好啦，不逗你玩啦，有什么需要的话就叫我，姐姐就在外面呢。想让我在这里陪你，可是我还要值班嘛。好啦好啦，别用你的眼神勾引我啊，那就一会儿陪你一会儿。又想做什么？想让我给你检查一下心脏。好吧，我来给你检查一下。那我要把手伸进来了，有点凉，忍一下哦。心跳好像有点不正常，好快啊！手拿出来，这下好像正常多了。怎么了？觉得房间有点热。那我去开一下窗户。裙子，还是关上吧，不然怕你着凉。你怎么还一脸坏笑啊？怎么，你看到了？你看到什么颜色了吗？你跟小姐姐说，你喜欢吗？真是个小色鬼，我还不信我治不了你了。先生，你好，我们医院特别关注病人的身体健康，所以呢，现在有一项免费的特殊服务啊。啊，不不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是掏耳朵。哎，你什么表情啊？你不信？不是，不是，那是什么？可以，但是有要求。什么要求啊？怕自己乱动伤到耳朵。可以开着领口。喂，你这样，你这是什么要求啊？不行不行，刚才我只是那么说。哎呀，反正就是不行了。为了你耳朵的状况，你还是不要乱动啊！我要给你掏耳朵了。不想被扯到耳朵的话，就不要乱动哦。我要开始了。不要乱动，不要乱动，你这样很危险。
始迷离了。哎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啊，我的领口！哦，天哪！难怪刚才你一脸陶醉的样子。竟然没有在意，你快躺好，再这样，另外一只耳朵我就不掏了。蹭得我好痒啊！你还在打点滴呢？别蹭了，不要蹭了。你要对我负责，你必须做我男朋友。你刚才拔针杆的样子真帅，忍不住想亲亲你。今天很高兴成为你的专属护士，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哦，每天记得多喝水，我们下部视频见。